大家好，我是晨月诊所周玉德医师。现代人在职场经常需要应酬聚餐外食，尤其是作为家庭支柱的爸爸，那长期下来，肠息肉啊、脂肪肝、胃食道逆流，甚至是大肠癌，都容易找上中高龄的男性。在身材上也常出现我们所说的鲔鱼肚、啤酒肚，该如何将这些疾病拒于门外，维持健康适中的身材？请锁定好家庭联播网越活越健康专栏节目，我将与您分享。